好黑哦，好黑哦，给我白点吧，还是。晚上好哇，今天不知道该说啥了，心好累，心好痛啊。吃了口。哈喽哈喽，哇，谢谢水里游泳，他们，我哎，怎么消失了？还没，是啊，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我想着我后面再说，但是我的毒药没用，我觉得太可惜了，怎么着也得用一下再走。所以我用了，结果带错了，太可惜了。因为我每次要听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办法发言了。不了不了，我吃一口得了，我现在没心情吃。谢谢小透明。也不是，我后面是想着说，我就是那句是本来打算说的，但是吧。我又想着说我毒药还没有用，然后我想再看看谁是狼，想用掉我再说。第一次不是后面忘了，是后面为什么不毒他，你说的很对，是因为我都说了呀，因为他们俩坐我旁边，然后我当时眼睛只看到旁周围的人，观察了一圈，没有这样子观察他们两个，看到了就是刘倩，就感觉他就是非常的不安，然后又很，因为他在场上的时候，他发言之后就一直，然后就向那边求救，向后面求救，然后我心想。感觉他就是因为我往后看了一下，看到了陈雨姿，你懂吧，我就感觉啊，难道说是因为他不太会玩，然后他又抽到了狼，然后谢粽子，所以他很不安吗？我想那让他先走吧。没想到我就死了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我就应该果断一些。我昨天，哦呦呦，是的，是的，以后下一局让我。自证清白，下次就有经验了。这不是经验不经验的问题，这是选择问题。下一局什么时候？下一局肯定是我们自己玩喽。为什么不读四不读八？都跟你说了呀，都说几遍了，不说了。倩倩说你看到他啊，倩倩他说了我看到他求死的表情了，我就说吧，因为我观察了一下，因为他们俩老刘跟孙然他俩坐我旁边，我老是看不到他俩表情，因为我是那个女巫嘛，不敢这样子乱动，然后我就只能眼睛看的时候就容易看不到他们两个。我当然知道不能根据表情了，但是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也是偏直觉流的，这些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不然的话怎么看到我们倩倩求死的表情。谢谢花生米儿，
噔噔，哎，不过真的蛮那个的，因为我昨天就想，我想抽到女巫的角色，结果没想到就抽到了，哼哼。其实我觉得平民也挺好玩的，除了预言家我不想当以外，因为预言家死得快。昨天玩了那个阿瓦隆，但人比较少，就玩到好晚。然后做梦的时候一直梦到我要当男人躲过干什么东西，我就梦里是这样子，把头发这样子绑住马尾，然后把其他的都塞到我衣服里，不暴露出来。因为我怕被抓，就是我不能暴露我是个女生，然后我还要去，就是去一个地方，说要给我增大我的功力。他们带着我去吃海鲜了，原来就是去增大功力，就是去吃海鲜，抓了好多鳄鱼。就是，当时是要干嘛？不记得了。反正就是说我，因为我很危险。然后他们就带我去了个地方，然后是一个包间，类似于，然后就吃了那海鲜，然后我吃了个一片三文鱼，好难吃哦，偏苦哎。我今天穿可爱点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我不要觉得我是狼。还在上学吗？刷什么歌？Homework 没听过，因为我现在听的都是随机播放的。还想看，我其实今天也想再玩一下，但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事。好想再玩一组。是啊，就一局。我发际线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这只是把头发给弄上去了，所以你看着，我发际线，你这样看，我现在连四指都不到，我发际线没有任何问题。你去量量你自己的再说我。是因为今天姐姐她这样子，我这边不是有那个这边的那个小绒毛吗？然后她用夹子这样子给我夹住了，就把它们都往上夹了，这样的话它才会就是不掉下来。但是可能夹太久了，就这样了。是啊，我的皇冠我还刚戴上。谢谢呱呱呱仔，谢谢呱仔。我发现我眉毛可以这样子，倒拔。我发现我好黄啊，给它放白点，看能不能白点。乏味一点。如果有机会再来一局吧，现在估计不太行，因为一会儿还有事儿。谢黑狼的爷爷，动一下你们的镜头，老晃。我今天眼线画的非常的困难，用了3个眼线笔才给我凑出来这个妆。哼哼。眼线笔，我自己的，谢哥打的皇冠，我自己的，我一个棕色的眼线笔，然后又就是我跟你们说，我那个要用完了吗？其实已经用完了，因为它掉了，我就给它捡起来摁进去，但是只有一点点，我摁着它，
然后使劲填补了一下，发现不太行，所以我拿的眼线液笔，所以我之后可能就只能用眼线液笔画眼线，看起来好浓，因为它是眼线液笔画的，不是眼线胶笔，但也不浓啊，这哪浓了，只是我睫毛根根分明，这哪浓，这眼妆叫浓，我只不过今天画的粉了一些，这就叫浓了，你没发现很干净很漂亮吗？只是睫毛而已，你仔细看，你仔细看，这叫浓。在哪？在屋子里啊。你不是哪种人？你不是喜欢模仿我妆容的人？我今天在画眼影的时候，我心里还在想，万一以后有什么就是重要的事情的话，我是不是化妆也要用手指画，就很那个。我又想了想，没事吧，反正都那么多次了，都是拿手画的，应该也没关系。就是眼影晕染不开啊什么的，就我这样的看的话也还好，就是很闪，因为弄了很多闪，所以就很闪闪的，看到了吧，这个大闪小闪，大闪加小闪。今天也是用手画的，用手画的眼影。感觉好久没有见我了，那就是你很久没有见我了。谢红熙的一点，给你们看今天的晚饭，我现在没有吃，但是我身边是它的味道。哎呦我的手，给你看看，静想一下。嘿，没想到吧，这个竟然是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很绿哦，但我还没有吃。哦呦哦呦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做那个检测嘛，然后大家都去的很快，然后就说今天给我们加菜，中午的时候大家都说中午可能起不来，晚上加菜吧，结果因为我们就醒得比较晚，所以就不知道是加了什么菜。谢谢小吴的奶茶。肉，别人打完了吧。美瞳是灰色的。谢谢冷锅。哎呀好害怕，到时候隐形眼镜都用完了。然后我老是弄我的头发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小碎发，他们老进我眼睛，弄得我老难受了，他不听话，所以我就要老是摆吃他。还有多少，应该还能再坚持一下下吧。谢谢粽子。这美瞳不抖一个白瞎了，真的。去找 Kona 做了西红柿炒鸡蛋，我现在不饿。谢谢64的玫瑰花。我们好像有番茄，那可以吃个，今天吃个番茄。我穿这个没你眼，你认真的吗？不知道我封到多久。谢谢 DAE。认真的，那你来一个。谢谢黑狼的荧光棒。哦，今天竟然不拍双鞋和拍立得，不会到时候还要再化妆吧？再化妆我要再浪费一副美瞳。谢谢一半靠表演。今晚没有美女演，上哪儿听的？嗯，谢谢一某鸭。谢谢成。还有可爱豆吗？没有可爱豆了，
但是我终于找到了那盒蛋卷为什么消失了，原来是叉子吃掉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它消失了，不过那本来就是叉子的卷蛋卷。我就说怎么会在我们屋子里消失，现在只剩可乐和瓜子。物归原主。就是物归原主也没事，但是莫名消失就会让人很害怕。我的麻辣王子也吃光了，谢哦哈哈。其实还是有一些吃的，我们以前这个柜子里面有很多糖巧克力也没人吃，因为不太好吃，但是这两天都被瓜分了。而且那个我从厦门带回来那个饼干，我不是说不好吃吗，昨天贤子来了，他尝了一下，他觉得好好吃，我说还好没丢掉，他现在已经算我们屋子里好吃的零食了。这是一个饼干一大盒，当时在厦门买的，就是我以为是那种薄脆那种很好吃的，就是入口即化那种口感，就很细腻甜甜，对白糖的那个，结果没想到它很普通，现在我也觉得蛮好吃的。嗯，没事，陈楠楠还有鸡蛋，但是它没什么好吃的啊，过期了，早就过期，早就过期了，不是吧，我想做煎饼的，过期多久了，半年也蛮厉害的啊。那怎么办，那那猪能吃吗，中风说了，买到了一头猪，社长说的，我说猪能吃吗，是说那个鸡蛋能给猪吃，你要给那头猪吃啊。就是不想浪费嘛，就所以问问猪能不能吃。猪的肠胃应该还好吧，靠猪能吃，然后就说那我是猪。不会不会，猪啥都能吃。因为我觉得那还有很多鸡蛋，不要浪费嘛。中心没有养猪，插个嘴巴，插个嘴巴，当然没有养活的猪啊，买了猪肯定也是那种猪啊，吃的就是就是杀过的吧，怎么可能养活猪，养活猪谁宰呀、啊、谢谢波波虎，昨天一天怎么切割猪，说不定看那猪不舍得吃了，所以还是买死的吧，不是就是买宰过的吧，你买活的万一你后面大家不要不要杀它，避免这种情况啊，不会的，被猪追过，那猪追人恐怖还是鹅追人恐怖，鸡追人恐怖，鸡，鹅不应该更可怕吗，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，就是说一个鹅它在河里水里，然后有个人一下水它就追，它追得超快超快超快，吓死了，主要是它翅膀太大了，
猪叫起来，咦，我不能想让我想起来那个猪八戒了，咦，好可怕，发抖了。小狼快来救救我，小狼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。昨天晚上我们的屋里的水没了，然后我就给他们把他们的饮水的那个玻璃碗给洗了一下，洗完之后因为我们屋没水，我忘记了，我们打完水之后回来忘记给他们加上水了，所以他们又渴了一个晚上。早上起来之后就发现那个就是洗脸池的那个杯子倒了，估计他们是想喝里面的水。哎，然后赶快给他们加上水了，加上以后小狼喝了好久，然后其他两个猫就坐在那儿等。小狼，小狼，小狼，哦，好有秩序。我说可能小狼现在是哥哥。小狼干嘛，在吃饭啊？我也要多喝水。哎呦，痛死了。谢谢十月。看看小狼吃饭呢，吃饭呢。我有啊，我有饮料。谁说我没有饮料的？我看看去，我的饮料还是有一点饮料的。宝贝，他们要看你，宝贝。喝水水了，喝水水吃饭饭。把这拿开。怎么喝这么多？你慢慢喝吧。冰箱还只有这几个喝的，但是我还有个水果呢，还有个黄桃罐头。他一会儿就要说话，不能偷吃东西。他很好，因为之前我打开之后他就说让我多吃点，但有时候别人打开他就会说你这么胖了，就是说吃了会胖的，他就说吃了会胖的，所以他对我很好。玩狼，我其实自己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心虚。哎，我说我玩民的话，我就特别猛，我就是那种智能人脸识别，他不能识脸。我喜欢玩民，是我其实觉得我今天爆狼的挺明显的，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投我。居然连五号就白馨雨都没有归到我头上，我都不懂了。我当时以为他肯定要归我了，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归我，可能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视角。但是我觉得我狼的挺明显的。嗯？什么就别忘了加水？你是说给他们？过来。乐了气的，可是不过来，过来。谢谢有暖气马送的夜蝶。不乖，不乖哦。姐姐，我还以为是那个韩阳乐呢，好害怕韩阳乐嘞，我好害怕韩阳乐嘞。不乖，为什么？我怕他，因为我们刚玩狼人杀，他是那个真预言家，被我第一轮就飘出去了。哇，过来，他会恨你的，他真的会恨我的。又要连麦了，行，那挺好。哎，
他对两个零大人都去玩过了，跟我有什么稀客计较的？他进了床底下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进床底去了。我和张琳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了？吧，床底呢？床底失败了。我不敢去。我知道，我拿吃的诱惑。那怎么能怪我呢？你们干嘛又去跟人家说这种话，对不对？让人家，你们让人家有了这种就是责任感，就觉得必须得给我那个啥一下，要不然他第一掐我。我也会，我觉得陈雪姿也会帮我捞一把的吧。不见了呢，不过可能一把就出去了。不见了呢，第一局出去了也挺好的，我就绷紧。后面那是一坨屎吗？哪里有一坨屎？很忐忑。你有？我其实很想骂你。手一直抖，然后手心都是汗，但我就这样，因为我为了不让我手被别人看出来抖，我只能把它支在身上，或者支在桌子上。那是我的皮筋儿。我每一把都记很多笔记，气死我！我人都记，我骂什么了？其实我狼每次都很明显。我说你有，你有。如果不适合玩的，我觉得玩狼最恐怖了。我一直拿个狼人牌，冰冰，但我还冰冰。bling bling， 居然没人踩我，确实，因为我踩别人嘛，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要先下手为强。我没办法踩你了。我也很纳闷，我从来没有哪一局狼人杀活到最后了。嗯，确实不应该让你活到最后。我第一晚上骗你们血到了，不客气。如果说我第一晚上死了，我心里面一定认为花花是女巫。就如果我自刀了之后，那个女巫没救的话，我肯定觉得花花是女巫。那又怎样？只有你心里知道了，你又不能说话。我可以跟他们指刀。你不允许啊。他们也会这么想的。不会的，他们绝对肯定会这么想的吧，对吧？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，不行，他不，啊、因为我跟孙安山如果发言的话，我觉得我更像好人，大家会相信我的。就比如说我也真诚的眼神跟他们，他总是就小穗拿那个魔爪的那个仙人掌魔爪子，不就旁边拿我的腿魔爪，嗯，山子哥可能懒得搞这些。他救我了，对，我今天感觉他是神职，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我，所以我开场就一直说，我说我是直觉流，我旁边这个就是虽然他还没有发言，我就说我旁边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要多注意一下。我觉得女巫这个身份就是不是很搭配。但是我昨天不是这么演的，我当然昨天不是这么演的，我是因为今天害怕了，我害怕把大家把我投出去，所以我今天就很收敛，不敢那么气势汹汹，因为我害怕了。我就因为我想活下去。我觉得如果说小五再活一场，我都要说今天小五穿着衣服看着就不像好人，我票小五。结果山子说我不是，我昨天是误打误撞，我昨天不是误打误撞，我就是只是不知道他是狼而已。而且我只是不知道竟然有一个白痴，因为就是我只知道有一个神职了，然后就是他又觉得就是他嘴上说什么就是他有身份嘛，那我肯定就投他呀。只是不知道他是狼，不知道竟然还有个白痴，因为我以为狼就三个，所以我就是也不知道白痴这个存在，因为我在长城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些信息，因为没有说这些信息，所以我心里想那应该是三个狼，然后也没有白痴，因为有多了一个禁言长老，我只知道多了禁言长老。为啥不读呢？读了，我昨天不是礼物，今天是非常的有底气。昨天谁是禁言长老不知道，昨天大家谁都不知道谁是谁，玩到最后也不知道，因为谁死了就先出去了。我没有底气，只有我和摆子在 PK。 我觉得我
没有。嗯嗯。其实我一开始想杀百子。平民，我更喜欢当平民。这样话我就也不怕死。那个，因为我也没什么技能，死就死了。把那个景辉飞给了百子，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脏一下百子。因为我没有当过什么女巫、就是这个、今天也算是、哦、所以我一直说我想当女巫想当女巫，就是因为我没当过女巫，所以我就下次说不定更有经验了。阿瓦隆好玩啊，主要是阿瓦隆的话你不就是不会一下死了。阿瓦隆很好玩，我们昨天狂玩阿瓦隆，每一天每复杂吗？倒也还好，昨天我们玩的是那种我刚开始发现就抖了，简单的，那跟这个没关系，因为我昨天玩的时候我也抖了，因为我一想到玩狼杀我就开始紧张。记住，对，就是记不住那些名字，我一直说什么梅拉什么梅干菜梅给梅干，还没搞节目呢，梅森，主要是梅什么来着，买不了，我觉得好烦、啊。梅林，莫甘娜。莫甘娜，就是本来我那个节目报的节目是一个就是很需要氛围感的那种节目，结果道具都买不了，我现在很愁，但我又没办法记不住名，我本来就记名记得很差。梅干菜烧饼，嗯，好想吃，借不到。我们昨天玩，只要记住派这个名字就好，就派这个字儿就好了。派西威尔四个字有点。莫德雷德，我们昨天是不是没有玩莫德雷德？只有五六个人，怎么玩？对，我们本来有六个人，然后乐乐走了，我们就只有五个人了。然后谁抽到了莫德雷德，谁就不会睁眼。然后我们昨天就这样子，好几局都没有。莫德雷德啊，那是谁呀、啊？谁不睁眼？莫甘娜。因为莫甘娜老是需要睁眼，哎，就忘记。你好像说谁抽到了谁就不会睁眼，除了你俩，别人都睁了。谁说的？他也没睁啊。你大概五局，他大概三局。他五局，我三局。你说刘贤吗？你也有，贤子也有。我没有没举手的。你再想想，哎、我真的有没举手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有一局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局我好像是谁，我不记得了。然后那一局老刘和贤子是坏蛋，然后我睁眼了，我睁眼之后，你让我说睁眼之后，我心想，哎，怎么刘贤他这样左右看不看我呢？我都睁眼了呀，然后是吗？我没有左右看，我是一睁眼，因为我面前就是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一睁眼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不是一睁眼就是看向前方，你刚刚也是一睁眼，你的眼睛会往那边走。不是，是因为我闭眼的时候，我是深度睡眠模式，就是我的眼睛。对，你一睁眼的不是你一睁眼的时候翻白眼那种。对，翻白眼，然后会往就感觉再往那边看，然后就不看我说，我说我呀我呀，我心想我呀我呀，然后他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看我是一睁眼，我本来一睁眼，然后看到的花是这样子的。你就是这样子的表情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啊，我说呼小慧呀，然后我在那儿跟他比划，他就开始跟我比划了。然后呢，刘贤这时候刘贤声音出来了，重发吧。我说啊，咋了？他说我一睁眼，三个人睁眼。不是，他说我一睁眼没人搭理我。他不是没人搭理，他说三个人睁眼。他说你跟胡小慧在那儿比划呢。然后你知道吗？玩阿瓦隆就是，大家说莫甘娜和、那个、然后昨天谁举手，胡小慧。有大概五局都没有，不是的，不举手的不是我，我从来没有过不举手，我是老是睁开眼睛，因为我老是他说谁睁眼，然后我有时候就是我嘴巴就是我一激动我就睁眼了，你懂吧？我一激动就是我一紧张，因为我没玩过这个，我就很紧张，哎，因为我记不清楚人名，所以我就仔细听，有时候我仔细听，我说念到我了。然后我就听着，我就忘记睁眼了，要么就是我一紧张，我眼睛已经睁开了。反正你就说吧，因为你大概五局重开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叉子比我也多，好吧？叉子比我多多了，我马上叫吉吉来为我作证。你每次都这样说我。你叫他们来嘛？哼，你叫他们来嘛？但昨天就是一直重发。行，不说了，好容易我现在不想听了。好容易他们俩都没出问题了，结果刘贤出问题了。因为他一边要说上帝的台词，然后一边要那个什么，主要是有好几次很搞笑，叉子他这样子摸自己的帽子，梅林和莫甘娜举手，他说，然后呢，我们以为出什么事儿就睁眼了，他说我一直在这样摸自己的帽子，大家会不会以为我在举手？然后刘贤说是他自己，
然后有一次是因为我跟叉子我们俩老是当坏人，有一次我们一对是我这样一笑，因为我忍不住了他就笑出声了。后面就还好，我发现这个就是这个阿瓦隆很费嗓子，昨天说完嗓子都哑了，因为一直在吵，太激烈，不适合，很不适合那种，就是不适合，作为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像狼人杀这种节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根本管不住其他人的嘴，也不是这种一人发言，是那种你一嘴我一嘴，你一嘴我一嘴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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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讲，吵半个小时，吵的就是那两句话，你懂吧？然后我就突然就让坐在这儿就听。听到后面我都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，因为我当时是金发嘛，然后不是说有没有发言顺序，是因为发车的时候只有这几个人发车，其他人是没有发车的，没有发车的人他就要听别人在说什么，结果杠上的话就完蛋了，半个小时以内就是就那几句话了，就那种感觉。阿瓦隆不会死，不是绕进去了，我觉得阿瓦隆可以一直吵，是我们其他的人都能懂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他们两个对立方呢觉得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我觉得你觉得我说的不对，然后我就要跟你解释为什么我要这么说，然后一直互相解释互相解释互相解释，我们旁边人都已经听懂了他们什么意思了，但是他们互相对方还必须要一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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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妄图想让对方闭嘴，但是没有一个人闭嘴，所以就一直在说。我们没有湖中仙女，因为我们昨天五个人玩的，两个坏蛋两个好人一个忠臣，没有这么多人，人超少，所以就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。最多六个加乐乐就六个，因为乐乐后面他就睡觉了，跳了很多，因为昨天就是玩到很晚嘛，我们就说最后一局最后一局，然后每次都是最后一局最后一局，感觉就是像姜超一直在蹦去摇人，停下来的时候就是都很晚了，上哪摇人啊，万一把人家吵醒了呢。下午改练玩电影，对啊，因为没有时间了，才16人去的话，好担心哦。还乐连了还乐，连过连麦算了，跟我连吧。我们睡太晚了啦。怎么样？吓死我了！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变成了中午睡觉，差不多。你说你如果这把是狼的话，你是不是爱死我了？我不爱你。屁！因为你不是狼。都没睡呢，你们。确实，因为早上8点让我们下，就说8点之前要把那个测掉。是啊。然后我看大家都下去了。是这样的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。是啊，所以那肯定要先把你搞出去啊。我跟乐乐说，他不是他伤心。当然了，如果不觉得你很厉害，我就不会把你搞出去。我眼里没你，你看过会儿我一直就没杀。你怎么说我没杀你呢？以后再也不会心软了。我是预言家，你肯定得搞我。我不是预言家，你无所谓了。是啊，也不是。我跟你讲。你不是预言家，我也会先把你和下一次毒他，下一次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下次如果他死了，我不救他，管他是不是狼或者平民或者是神呢？如果我每把都拿下次第一个死的是他，然后我第一个是女巫的话，我本来就是坏人呀。哎，但我问你，但我问你，你如果拿到狼你怎么玩？我是预言家，你信我吗？你肯定也跟着你狼队走啊。游戏里的情绪不要带到现实生活当中啊！我告诉你，下次让你试试预言家，我不喜欢玩预言家。就是因为你最开始打感情牌，你打感情牌，你说每次我都守夜你，我就这次饶过了你。做最狠的女巫，主要是之前没有当过女巫。那你就演那个蒋诗婷啊，每次都当，要么当平民，要么当狼人。条理也很惨哎，然后预言家很少，好像反正很少吧，只记得之前当过，但是之前那次还差一点做不成预言家 了。这就说明了你，我们俩相比，你更相信他，不相信我了。你就觉得我像是狼，所以你不喜欢预言家，所以你给他首页想给他发个金水。谁说的？那是因为你的粉丝给我打感情牌，或者是你自己给我经常打。我的粉丝的行为为什么要算在我头上？预言家好惨。是啊，我也就觉得预言家太惨了，而且他又要去辩论，如果没有人跟他争就还好，但是没有人跟他争的话，他也很容易，为什么他也很容易被毒死，啊不是呸，他也很容易被就是被那个狼人杀死。那当然了，那不然呢？
不然呢？然后又很容易排了宴的好啊，被狼人一起攻击，然后再把他投出，就大家都他的敌人非常的多，而且也有可能大家都不相信他。怎么样？你没有必要验我呀，会玩的比我会玩的人多去了，你验我干嘛？不是啊，我也觉得猎人蛮好的，猎人、女巫那种心情，你知道吧？不信，我不信，你不要给我平民、狼人，我觉得都还行啊。这都不行，只要不是预言家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吃苹果。给你，但是被花花啃的不好看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吃了一口，你这个人，你说话你能不能？你看他说一口吃成那样。哎，不是，这都是他吃的。我发誓，你敢发誓吗？我发誓啊。你发誓。我发誓什么？如果说这个是我吃成这样的，是我们俩吃成这样的。屁！我就吃了一口，一口也是吃了呀。那不是我吃成这样的。那不知道是谁吃。是你啊，刘淑贤。是啊，老是这样子说我，烦死了。奖品苹果看起来不好吃，这会儿还管看起来好好直接啃没了，不现在不想啃了，因为这个样子你们没看到，你们还管好不好吃，有没有让人想啃的欲望？我还有黄桃罐头，我等会儿就把你红面皮吃，不许吃。本来我就是说，我剩下最后一个壳都不舍得吃。我说这是我新的希望，因为我蛋卷没了。我没听到你说。然后一共我就两个。我想留到就是胜利的前一天晚上作为我的胜利品，结果没有想到，我的希望马上东北大板在木人呢。那我等会儿就把东北大板。你吃。行。吃的剩的还多吗？不多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要听说要封到5月1号，能不能在那之前给我搞点卸妆水、眼线笔呀、啊？我可真不行了，我可读不起，我没有东西可以读。上海，再说吧，待会儿我问问。而且我也需要牙线，我牙线用完了。封到5月1号，我听说是封到5月7号。我到时候问一下社长，我真的很需要。日用品已经没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笑得开心吗？我没有笑得开心呀、啊。社长说，有需要可以跟我说，我点外卖拿快递不要找我。我寻思说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有需要找他，那我到时候就告诉他，我说社长，我需要眼线笔、卸妆水和牙线。好，一会儿就发给他。真的卸妆油没了，如果再不来，我就哦，我就没办法化妆了。我的睫毛也要用完了，我问一下他能不能睫毛就算了，别再难为他。哦，还有可爱多，我以后再没办法，可爱多倒还好了。怪我到时候，就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需要酸奶，都没有发货，而且他们到货了，全都给我退回去了。赛百味这个他搞，也太难为他了吧？我们这边是我们其实我们5号楼根本没有封、但是我们市场就是不让出去。要是化妆品是硬通。其实我们楼根本没封，因为对过6号楼大白说我们这边根本没封。每天都在抢物资，至少你还能抢一抢，我们抢了也没有用。是，我知道为了安全，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女生如果说没有这个生活用品也是很不方便的，因为女生不能说的东西太多了，有了很多吃的吧，你知道吧？你们抢菜。确实我们不用抢菜，这个是蛮还就是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其实也有时候也很想自己就是搞点东西。那你们每天如果抢不到的话吃什么？你快2周没有吃到米了，那你天天吃什么？不让拿快递，所以就没办法，我还没办法出泡面。吃泡面不会胖吗？我昨天就是因为吃了盒泡面，然后我觉得自己肚子又肉了，给我吓的，做了15分钟的热身操。团购我们不可以，因为我们就算够到了，他也不让出去。结果发现，
真不能在屋子里坐，因为这个地板实在是太不友好了，我的脚感觉很不舒服。没办法去拿，你放两天肯定就丢了呀，肯定就被别人顺走了。谢谢吃蒜的。因为我买了，当时买了，就是那个牙膏还有什么。倒立减肥，倒立能减肥吗？然后就被别人拿走了。不是中心有小偷，是放在大门口，还没到。可以出楼做运动吗？不可以。眼泪不会掉下来什么啊？我才不掉眼泪。谁都不让去。你家里还有十八罐可乐，你都不舍得喝，不至于。他也没有用嘛，他也不让拿嘛。你现在先喝一口嘛，那一瓶儿应该，你分着喝好了。你都十八瓶，你是富人，行云不归山兮兮。最多的是瓜子，瓜子一天吃一颗还能吃很久。安全考虑，他就觉得一个都不要放出去，拿外卖拿快递，然后要不然开了头他就不好管控了。但是就是没办法。你以为今天能解封，准备喝可乐庆祝？嗯，为什么会觉得今天能解封啊？我现在已经我的卸妆眼唇卸大概还能卸一次，就今天过去了之后，明天我就没办法化妆了。嗯，确实一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很无聊哎，多看点电视剧吧。你这样，你打游戏好了，你打游戏然后开麦，怎么样？去那猫咪去哪？那可不行。那猫咪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开麦吧，啊，你去玩那种需要聊天的游戏，就比如说狼人杀，那个还有那种唱歌那个，怎么买啊？就是你抢，抢到了你就给唱歌，你就会能听到一些对美优美的歌声。窗子外面都不能拿，就是不让拿。吃了睡，睡了吃。这是那你用工作吗？你用学习吗？没有基因不会感染，那为什么要扑杀他们呢？很想网购啊，我一点都不想网购，我觉得网购了现在，哦，你说的网购啊，我刚刚心里想的是衣服什么的，哎，谁不想网购？但我现在不想网购，是原因是网购了也送不来。一边学习一边每时每刻都在看菜，天哪！菜是不是说到就是六点开始抢，然后如果没抢到，这一天就不用抢了吗？还是说隔一会儿就要抢？我问了好多次了。谢谢盐树枝。解封，因为没有生活用品了。你们十一点抢。小 C， 我先看小浪在不在床底。喂，你竟然还在！你这个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爬床底给他整出来。封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中心封掉了，然后中心封了之后，就是其实那几天完全可以让我们返点物资，然后你是不是在里面以后很开心，可能就没办法出去了嘛。我必须要把它搞出来。我因为我们提前把自己封了，我想想啊，还能点外卖的，但是不让点。看看我的美味呢？我们的美味在哪里？等会再去问问吧，我等会再去问问能不能统一购买一些生活用品。我们的 staff 其实别的也不说了不算的，只能找说了有用的人去，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理解我们的这种。我也不知道他们还够不够吃，现在猫粮还有半袋多，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小袋，大概就这样子吧，不知道够不够吃一个月的。你出来，嚯、拦住！嘿嘿，被我发现了吧？哈哈，你以为这里很安全？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？都不是，现在都不是吃的东西的问题了，现在都生活用品都没有。
出来了，别让陈燕拿回来了，还让陈燕拿回来了。我天，他被关在这里面，那是所有人都在里面。他现在好歹在外面还能拍拍照啊，或者是干什么的。他等他进来了之后，他我跟你说，在这里面待他又吃上底了，你会什么都，就是什么工作都不想做。你在外面起码心情好了，还能有一些营业积极性。浪哥他又去床底了，什么都做不了就算了，还会什么都不想做。其实有，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吃的去那儿了，现在他们就只有那个可以吃了。有粑粑。明天开直播跳绳子公园。哎呀，还没给你擦擦。现在是完全都没有着手搞，根本我把纸扔了之后他就追纸了，就是本来说18号也有一个公演，然后你们知道狼猫吗？都是需要重新排节目的那种公演。狼猫不知道，长得可丑了，呸呸呸，不能说丑，就是特别满意，给你们找找看。就是虽然我一直都有生日公园的构思，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一直都没有到我就是觉得特别特别不错的那种 idea， 没有。找找。怎么搜出来的猫跟我看的不一样？哦，这样看。合作的人是谁？就还好吧。都是熟人。就是他说是无毛猫和一个什么猫的品种来着，你看像不像一个小猴子，像那种很小的生物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蝙蝠的感觉。可能因为就是你看这个是我当时看到的，我觉得不过它好像是一个很珍贵的品种，胖是肯定要胖的。你看这个脸是不是像小猴子的那种感觉，他没疯的时候，我反而不是皮的，就是老。每天可能都不用吃东西，我现在一天三顿，我都觉得我还是饿，就是想吃，也不是饿吧，反正就是想吃。想对吧？然后就胖。哎呀，哎，要找脸上的毛毛。焦虑，就是你就感觉你天天这种就没事干，你能干什么？我就只能吃吃睡睡，就心理上有一种不行得吃。长成这样。因为它很像狼，不知道是不是会饿，所以就有这种感觉。大师兄里面不够安心，就你知道那个，有点像漫威的那种。而且我们因为错过饭点就没饭吃了，所以就总觉得会饿。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减肥的人好牛。但我昨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人，哇，他每天吃的好好，天哪，吃菜好了，牛排不是眼睛不舒服，是我，然后就是我看镜子嘛，因为总觉得脸上有个毛，然后想找不到，结果一看镜子发现自己的妆就有点掉，因为我今天用的那个眼线笔是我之前不用的，可能太久没用了，它有点掉。是在上海有一套房子，他是一个户主，所以他的那个物资就是每天人家也给送的很到位。他有一个超级大的冰箱，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就看不出来，当然看不出来，因为掉这个下面一点点，弄了好多那种什么蓝莓啊，不知道直播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，因为那个光感觉很白，不是说妆花了，是说就是有渣渣那种东西掉在下睫毛那块了，买很多东西，所以你们当然看不到，你们能看到的话这得多高清，然后他每天在房间这得怼到我一单个眼睛才能看到吧，然后开始玩 Switch，哎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做吃了，一天三顿，我太爽了，我说这么多物资，而且他家邻居没有人住，他把骗我他东西多到把物资放到他邻居家里，再说吧看是什么情况了，太羡慕了，凑近点你们也看不到，因为刚刚弄掉了，就是他一袋分好的那种，就是冷的那种冻食，干嘛呢小穗？还有我以前在北巴时候吃的那种小狼不出呢，你们懂吗？我从现在开始
不主动要抱他了，他就是觉得我喜欢他，他才找对我。哼。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毛病嘛，人家有钱，我觉得有钱人日子过得好。可以看小了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他藏起来了。不是所有人天生就有钱的呀，人家也是靠自己。我倒是想让你看，他也不出来。就是在说你可以说怎么怎么样，但是建议你还是删掉。我就觉得真的，我有点不太明白。我真的觉得不太明白，就是，嗯，怎么人家一定要迁就你吗？嗯，在干嘛？姐姐要不要抱抱你？抱抱吧。啊！哦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要把我砸死！人家一般人看到就是砸死了，砸死了，肯定说哇，好羡慕，我的胳膊，好好努力，然后也争取早点过上这样子的生活，就不用每天在这里吃苦。哎呦！但是他们那些人的说法全都是，哎呀，你真是不懂别人的苦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你自己可以这样觉得，但是我不建议你说出来，就是这种话，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吧。摸摸。小狼肯定在床底。嗯嗯，而且现在真的是大家所有人发言，在网络上发言，真的一点成本都没有，就包括那个人家小姑娘，嗯，好，这小姑娘，人家那个给她听到的爸爸送东西的那个小哥，人家还是不是比我宽？然后这个小姑娘想给他钱，他也不收。或许吧，我摸摸，我之前量了一下他肚子，感觉比我肚子还大。非常好，就是嘻嘻哈哈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他也觉得很好，那个也觉得很好，所有人都觉得是这个世界很善良，就是有这么一些网友，真的，他们现在估计差不多吧，我都不懂了，人家自己都没有。但是他确实，我感觉他肚子倒比我大。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好心肠，帮别人送东西，结果你这么多人在那里说，嗯。真的有病，好，你肚子小，你肚子小，不大不大不大。我这，而且那个人的老公好像是他有法律知识，哎，干嘛呢？要起诉那些网暴者，我非常好，我去非常同意。要去找孙暖，一个都别放过，真的。好久没有坐这边了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就是之前一直是坐的那种小小虎的凳，对呀，啊，他们三个都是男孩子，我没坐地上，坐在我的这个，但我觉得这个女生上面。明天是多少号？八号。哎呦，我的手机。他就这样走了，让他爸爸走。啊，明天九号了。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救命！真的救命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不想面对这个事实。那些所有伤害他的人也并不会觉得，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什么真的日子过得好快。害怕。根本不是他们受到伤害。为什么要用自己？明天电源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很，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太那个了。我不知道，他可能不是像我这样想的吧。看看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是我，这个时间，我就不会这样子做。轻者痛，抽者快了，真的是。关着的日子过，我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是把我关在外边，然后再找几个。那种半生不熟的人，然后跟我就是那种同学啊，那种半生不熟的，住在一块儿的话，我估计等结束了以后，应该关系会很好。或者是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也有可能，好了以后过段时间又给忘记了，就是这种感情。谢谢憨憨的一点。哼，出来了，小
就是因为之前好像经常我好像经常会这样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和这个人就是关系会很好，但是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，好像这种感情也会慢慢就是忘记了，不会有什么感情的。你又没有和一堆半生不熟的人住在一起，但是如果说我怎么你就这样子说，没有不会有什么感情的。我说的感情又不是说那种感情。世界很好，本来是这么有爱的事情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真的是了。看看啊，我明天是几点？哎，找一下啊。3:20-5:00啊，那不太行呀。我看了一下，我们要上课哎，这么早，天哪，这么早，好害怕呀，害怕。以前我觉得这挺晚的，现在我都觉得早了。哦，今天收到了建老师发的消息，说要跟我提东西，要排练。是啊，我们3点要排练，怎么办？说一下。是，今天要早点睡，不然明天就困死了。谢谢阿壮的夜蝶，你的夜蝶就不显示，真讨厌。但不是说你讨厌，也不是说这个夜蝶讨厌，我是说这个他又不显示讨厌。今天还好，现在才9:46，好害怕。然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，希望今天的时间过得慢一点。有的时候真的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。哎，还想再玩两局游戏，估计现在也玩不了。谢小透明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。我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要你一切以自己心情为主，不开心。”因为明天有工作。明天是9号，10号有什么？10号要干啥来着？哎，反正就是什么都不想干。对，人比较懒惰，也不叫懒惰吧。在北京生活。也不是排练，就是。想事情嘛，不想想事情。11点之前睡不可能，当然不可能。现在还没老师吗？对啊，一直都没有。11点前睡，我也觉得11点前睡太困难了。就是我们这个老师他太有，是啊，我把翻牌都清空了，但是现在估计又有了吧。他有责任心了，所以他会，我觉得这种人会在一种时间清了很久，过得更比别人更难受，因为他其实你说有的人真的像社畜这样子。等会儿发，那我真是谢谢你啊。他的状态就是都摆。我播到10点吧，播到10点关。之前你还11点下班，所以他对，11点才下班。哎，那你们现在应该是在家办公吧？不用那个吧？不用出，肯定也出不去了。如果在上海的话。但是你自己又使不上。那你们是那种就是有点吗？还是说需要一直工作？还是说可以一直不工作，有工作了再工作？分工分，边摸鱼边工作。绿色皮儿的不是橄榄油，就是睡眠喷雾吧？可能会过得更不记得了，太久没用了。一天睡14个小时，有点太厉害了吧、哦？从来睡不到这么久，哎，有点羡慕，不错，蛮厉害的。我是那让我睡，我都很难睡这么久的，除非我不小心误食了什么睡眠药。怀疑是一只猫，什么东西？它不是 CP 的。哎，好痒痒。白天睡，晚上玩，睡一天。嗯，白天睡，晚上玩，那你们那就是你不上网课咯。为什么每天只能睡6个小时？因为 CP 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，就是有些话，不太好讲吧，我觉得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打耳光？我起得来，我只是说我，哎，你在说啥？听不懂。
我说我困，然后我说我睡得少，也不是想每天早起吃完早饭，确实我发现只要吃完早饭就会犯困，因为我前几天一直是，嗯，包括昨天也是啊，应该说今天了，因为我今天和昨天都是中午才睡的，然后基本上就睡六个小时就起来了，但是很困，其实很困，没有吃那个。也不叫褪黑素吧，就是没有吃那个东西。先受到的又不是只有 CP 粉，还有你个人的粉丝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就是之前就是为什么中午睡，因为早上就要吃点东西，饿着肚子就睡不着，就一晚上就会哎呀想吃点什么，但是我一心想牙都刷了，牙套都戴好了，再起来吃东西的话就很烦。但是不吃又睡不着。大不大事，这个东西是怎么界定的？你就会想再刷一次，嗯，再刷一次是？哦，你是说牙？我进去拍。哎，虽然我是很不想再刷一次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如果我吃了，那就只能再刷一次。而且我只有吃完东西之后才会犯困嘛，然后吃完之后肚子就饱了，饱了就睡觉。去给他当助理，我当不了吧？我觉得默默好牛啊，他可以不刷省牙膏，是有想法并且做得很妥帖的人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不敢开这种频道，邀请 CP 来做客，然后我来问他们问题。现在有一点点饿了，啊、现在胃有一点空了，被多方冲死，那岂不是得？晚饭，对，还没吃饭呢。我刚，哎呦，跑来跑去。而且如果我问的话，这个东西就不跟反弹，那个饭，我因为我肯定一会儿再吃吧。这等到一事情没什么事情了再吃，有事的时候不想吃，很烦。就像那种很多节目，他本身可以做的很有态度，但他最终沦为牺牲品，你们懂吗？确实蛮绿。宵夜有啊，哎呀，是的呢，一会儿都有宵夜了。不错不错，我有肠，但是那个是我是想把肠加进煎饼里吃的，所以就没吃。是吗？好丰盛，一天四顿，确实食堂倒是，食堂也没有一天四顿，一天三顿啊。我们没有早饭，只有午饭、晚饭和夜宵。然后我的话，基本上就一天吃一顿食堂吧。因为我夜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差不多在吃我的晚饭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是啊，我知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很幸福啊，我哪有身在福中不知福？我怎么不知福了？难道我抱怨了吗？因为我很紧张，如果别人观看的话，我就你是羡慕吧？你嫉妒我？嫉妒我们有饭吃啊？得放松。啊、那个也是 CP 机上的啊，现在只有 CP 了吗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那是我不吃。我不吃的原因是因为我白天睡觉了。我饿的时候就吃，不饿就不吃，这不很正常？不是，说真的，我觉得。是因为我觉得上课还蛮不错的，小肚肚还在吗？教到我一点东西的话也蛮不错的，还好吧？我是这样觉得。不参加节目主要也不是，我主要是这样子的，我是怎么衡量我有没有胖，就是肚子嘛，它的肉有厚度的。有的人可能他没有这个厚度，因为他全部捏起来是一样的，但我不一样，啊、我是分离的。我还是别教别人了吧，就是因为我有那个。因为我肌肉比较多嘛，我就可以捏到肌肉外面是多少厚度。我只要一捏发现它厚了，我就知道我胖了。是我俩一起唱歌？不是吃撑了，吃撑了你捏起来它不会变啊，只有吃胖了才会。胖的如果真的全是肉的话，那就只有那就很难捏出来，因为有可能只是你吃饱了，对。
解封之后不知道解封之后最想吃什么，我现在已经不想想这些东西了。排到过年去了吧，我感觉。不想不想。我一直在，因为如果我一直期待着那天的到来，结果那天一直迟迟没有来，那就会很烦。干嘛带人家？就不想，我直接不想，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我的生活常态。带人家算怎么回事？海底捞是什么味道？哎呀，我知道。因为我们还有海底捞的火锅底料。节目就是好几个一起，那别人可以邀请啊，他自己想邀请谁就可以邀请谁啊。哎呀，胃有点难受。应该吃个糖什么的。哎，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是梦游，你怎么啥时候来的谣言？我没有要去啊。嗯，而且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呀。吃一个，哎，吃个芝麻丸儿。想吃吗？暖宝，嗯，怎么感觉这个，嗯，应该吃新的，都是以前的。KTV 是怎么安排的？不知道过期没过期，上面写。我明白了，应该没过期吧？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节目，没法给你炫一口了，都在我嘴里了。它就是一个这个。我给你闻闻味儿吧，一会儿。哎呀，恐怕不能给你们闻了，因为它是黑芝麻，我怕我一张嘴，牙都是黑的。下周到我们开档了，我不知道啊。这就跟我之前喝那个红豆粥。因为然后我一笑，他们说我看起来像没牙了，因为有一个红豆皮儿沾我牙了。安排我十八号拍档的话，我可不想让自己搞这么尴尬。不知道怎么搞。做核酸之前见面吃这个，让我想起来上次我们去做核酸之前，因为没吃饭，然后那如果要拍 PV 出了一点吆喝，我还好，我只吃了一点，然后后面又吃了一点别的，嗯，核桃吗还是什么不记得了。舞台准备好了没有？然后叉子只吃了那个腰果，歌都没有想好，我已经不知道。嗯，他跑进去了，然后他做核酸的时候一张嘴，他说他很担心他嘴巴里有那种皮儿。我做核酸很羞涩，没有啊，没有做核酸很羞涩，我只是每次闭上眼睛。因为我觉得张大嘴巴睁着眼睛很尴尬，所以每次我心想我闭着眼睛我就看不到。表演都很好，如果你没有新的编舞的话，就会比别人略逊一筹。但是新的编舞现在找老师都没办法来教，你说自己编吧。没有办法。哎，好想找老师啊！因为现在都命能特别好。如果现在说享受舞台，到时候表演的肯定会有人觉得说，肯定有人会对比嘛，对吧？问他现在在哪？就剧情流肯定也要有人对比，反正怎么样都要有人对比的。哎呀呀，啊，没事。好，我现在给社长发，然后牙线。你们能不能让？我跟画画说像什么？来点牙线。
你们不是有你们那个节目吗？吵架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必需品抱一抱啥？啊，必需品抱一抱啊。那观众一定很无语死了。那你要说脱口秀不用找我，你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搭档。我没有一个找，他说让我们俩上去讲这个。哎呀，你的搭档也是我的搭档哎，好好笑呀！我的搭档谁呀、啊？那个呀，叉子呀。我们不止这一个搭档。你们不是说就两个人吗？啥意思？就是两个人好讲呀，这种。啊，我没说要表演这种节目。不是表演节目，我说你们那个脱口秀节目。脱口秀，哦，你不是说脱口秀，我都不知道这啥事儿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听。叉子也是我的搭档，是啊，我们俩之前想组一个东西来着，很搞笑。哎呀，哎呀，眼睛好难受。脱口秀。云脱口秀应该也不太好表演吧？游戏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眼睛好进东西了，看一下哈。其实要我说，我觉得脱口秀在公演场地表演最好。我怎么老进东西啊？我眼睛，是不是因为头发掉进去扎进去了？他们当时一开始就看了咖啡厅。确实。嗯，好了。我要准备走了，同志们。哦，好，哎呀，忘发出去了。哎，也不知道社长会不会回我，好紧张。我问他，我先问他能不能来点牙线，这是最简单的吧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种东西我干嘛找他呀？我应该在群里问啊。算了，先用这个试探一下。如果这个可以的话，我再去问其他的怎么办？我觉得这种。这种语言类节目很需要观众的反应，就是现在没办法。对，先试探，浅浅试探一下。他说干啥？牙线当时来剔牙了。我说我牙线用完了。我撂了，我得去问问人家。你说，没有会塞牙。那个、他说好的、啊、他说好的、啊、他说还真有，不是吧，这也行，他说下来吧，同志们不走也得走了，拜拜，就是刚好，就真的就是刚好就有。我说好，等下来了。好了，我真走了，去拿了，也挺好的。这至少也，哎呀，先打喷嚏，至少这个牙线有了。你给他私发的是吗？对啊。等会儿。嗯。我让他，好多东西都没有。果然真的打了个喷嚏，需要酒精，是不是有毛毛？纸巾，又要打起来，又要打起来，又要来了，又来了，直播。哎呦，你出来，你倒是现在会出来。小狼、暖宝，还有你。镜头一靠近了，他们就吓得赶快分开，可不能被拍到啊、哦！这种小心了，你们被我记到。走了，八十，拜拜，提前晚安啊，同志们，提很多钱，晚安，嗯，拜拜。